安静一下，安静一下。为大家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来自台湾的那先生，他为咱们满族宗亲会慷慨解囊，一下子解决了我们下半年的活动经费，大家鼓掌。哦，哎呀，小胖，哎，小叶，来来来，过来。哎呦，这脚怎么了？来来。 我给你介绍一下啊，这是我外甥女儿，正经八百的爱新觉罗氏，和你们叶赫兰拉氏啊，应该是不打不相识吧？你们俩好好聊聊啊，聊聊。你的脚还好吗？关你什么事儿？小叶怎么说话呢？啊？怎么没去医院看看？哎，少跟我装好人了，别在这儿假惺惺的演戏。 怎么不早来啊？右脚脚踝骨折，需要做手术。什么手术？小手术，在里面放一根钢钉。那得多疼啊！疼也得做啊，要不然你怎么愈合？我坚决不做手术。我觉得只要是对复原有帮助，该做的手术还是得做嘛。我不做，我走了。您硬要走，医院不拦着。 但是您要落下了终身残疾，可别说当时我们没提醒过你。我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做，再重要有比自己的身体重要吗？是啊，难道你想变个瘸子？对不起，这就是当年延误医治的结果。可我来不及了，我要去接一个人。我替你去吧。嗯，让你老公去喽，等他回来，手术也就做完了。老公？我呸！ 医生，你确定一根钢钉够吗？你要不多打几根，钱不是问题。豆豆，爸爸，我不是你爸爸。哎，你到底是不是豆豆？ 我爸爸呢？那得去问你妈吧。喂喂喂喂，哎，干什么啊你们？关你事儿？你杀呀！那是我爸爸。我不是他爸爸。你个吹牛大王，根本就没有爸爸。我有爸爸，我没给你。那你爸爸呢？骗子！我不是骗子。喂喂喂喂，别打了，别打了，别打了，不要打。 赵总，怎么又是你啊？这话得我问你吧。那全北京只剩下你一个警察。对啊，还得专门伺候您这位爷。以后甭打110了，直接我把手机号留给你得了。 哎，不是万不得已，我绝对不会随便报警。公共饭馆，你换个地方不得已去吧。少在这边晃。汇报现在位置。已到现场，已到现场。这次又出什么事儿啊？跑丢了一个孩子。你们家孩子？不是我的，是那位金小姐。啊？你们俩花样还真多啊！ 今天是豆豆7岁的生日，他会不会去找你前夫了？我没有前夫。那你儿子怎么来的？他爸爸呢？豆豆没见过爸爸，他还没出生，那个人就跑了。
这种人你就应该告他，他跑去哪了？台湾。我需要一张你儿子近期的照片。如果儿童失踪超过24小时的话，被拐卖的几率会增大的。我需要把照片登到全国儿童失踪网络上去。我都说了，头24个小时最重要。你现在哭一点用都没有。咱们能不能干点别的呀？对啊，别哭了吧。你还出差干嘛？你滚吧！我是想帮你找到他。你别假惺惺的了，你才根本不在乎我儿子的死活呢。你对台湾人有偏见。我对你没有偏见，我是发自内心的讨厌你。你这个别吵了，你们再吵，我到外面等你们去。你儿子最近有什么异常表现吗？没有。有，他跟同学打架。他在哪儿打的架？豆豆。喂，网上看到他，在哪儿？豆豆，妈妈总算找到你了，你赶快下来，我带你回家。我不。那妈妈给你买了个大蛋糕。你骗人！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？你说了，等我长大了，上学了，爸爸就回来陪我过生日。可你现在还没有长大呢。我今年已经上小学了，我已经长大了，我要爸爸，我要爸爸，我要爸爸。豆豆，我也没有见过我爸爸。你爸爸去哪儿了？我不知道。我不知道他长什么样子，不知道他现在在哪。我甚至不知道他是不是记得有我这个儿子。你真可怜。但我知道他是北京人，他出生在一个四合院。豆豆，你知道吗？我小时候其实也常常跟同学打架，因为他们都笑我没爸爸。我不喜欢过生日，也不需要有人陪，因为要是习惯有人陪，就会担心有一天可能会失去那个人。如果不去拥有，就不用想念。想念是很痛苦的，你懂吗？我懂了。你不要你爸爸陪你过生日，可我要我爸爸陪我过生日。豆豆，其实你爸已经来了。他在哪儿呢？他在这儿呢，他就是你爸爸。他说他不是我爸爸，他是跟你开玩笑呢，不信啊，你问你妈。啊？是的，豆豆，他就是你爸爸。那他为什么说他不是我爸爸？对不起，豆豆，我之前是骗你的，我确实是你爸。那你怎么证明？你要我怎么证明？别的爸爸都我亲妈妈。亲妈妈？赶紧的啊，别掉链子。对不起。不是这样亲的，要像电视里那样亲的。我真服了，你们真是一家子呀。来，打锅。
豆豆，这样可以了吗？嗯，我不敢下了。你等着，宝宝上去救你。豆豆，你别乱动啊！